猫咪的十二种尾巴鱼，你知道吗？猫咪的尾巴形态能够反映它们不同的心理状态。虽然猫咪不能用语言和我们交流，但是作为铲屎官的我们可以透过观察它们的肢体语言来解读它们的情绪和意识。家中的猫咪常会表现出自己的小情绪，但猫咪不是人类，有时你会常常搞不懂猫咪的各种行为，有时可能在你怀里待得好好的，突然就转头咬你一口。但其实这时候猫咪尾巴的状态已经在告诉你它接下来的行为了。解读猫咪尾巴状态，打破你和猫咪之间的沟通障碍吧。一、竖起走动，尾巴竖起，并伴随着些许的震动，表示猫咪此刻心情不错，还有一些小兴奋，想让你陪它玩耍，或者是发现了有趣的事物。此刻用逗猫棒跟猫咪玩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尾尖弯曲，当猫咪看见你时，尾巴直立并且尖端弯成问号状时，表示猫咪此刻好奇心满满，这是友善的表现，下一步它就会过来吃你的腿了。此时应该多跟猫咪互动，培养猫咪的感情。三、尾巴竖直，尾巴竖直的行走在家中跟天线一般，表示猫咪此刻心情放松，对自己的地盘进行巡逻，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四、尾巴轻晃，尾巴笔直并且伴随着轻轻的摇摆，表示猫咪此刻觉得自己无敌，得意洋洋。轻视，如果猫咪在熟睡中尾巴轻微晃动，那是猫咪在做梦。五、尾尖微微向上，尾巴弯曲呈现一个弯曲的弧度，并且尾尖向上，表示猫咪此刻很悠闲，但很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情愉悦。六、尾巴炸毛，尾巴的毛发跟触电一般竖起来，表示猫咪此刻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恐惧、害怕和愤怒。当猫咪尾巴炸毛的时候，就是准备发动攻击了。如果再伴随凝重的哈气声，你还是赶紧逃走吧。七、大幅晃动，尾巴大幅度的左右晃动，有些甚至像鞭子和一圈又一圈的晃动，表示猫咪非常烦躁、焦虑，此刻最好不要去招惹猫咪。八、尾巴盘腿，尾巴盘着腿坐着，表示猫咪此刻比较平静，也有可能被某物吸引，正在悠闲地的观察、发呆。九、夹尾巴蜷缩，尾巴夹在两腿之间，这是可以看作求饶的姿势。当猫咪把尾巴夹在两后脚尖，就表示猫咪此刻很害怕，没有安全感，非常的恐惧，准备躲避攻击。此刻需要多安抚猫咪，以防猫咪压力。十、尾尖抖动，尾巴尖轻轻的抖动，表示猫咪此刻不想动，只想在原地休息。通常当你呼唤猫咪的名字时，此刻它不想动，懒得理你，就用尾巴尖轻轻抖动对你回应。十一、尾巴下垂，尾巴尖朝下，表示猫咪此刻可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动静，保持着警戒状态，一旦有危险，随时准备逃跑。十二、竖起抖动，尾巴贴着地面，身体匍匐往下压，还会伴随屁股左右晃动，表示猫咪此刻看到有好玩的或者被发动攻击了。透过对猫咪尾巴的观察和解读，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可爱的猫咪们，它们的内心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透明。与我们的猫咪建立更深入的交流，不仅可以加强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照顾它们的健康和幸福哟。